我说小超啊，现在弄忙了，马上都撇出了啊，俺家三马的很不给力，坏了哟。小哥哥，叫恁哥哥给咱抬抬吧，中吗？多亏碰把这个机器啊，我直接换上，这回弄忙了不当个事了都。哎呦啊！我给俺爸在这摆弄嘛，摆弄好之后，去年机上人家掉一下，俺这没法掉。矮上是吧？嗯。老爷爷，你叫爷爷。碰把给我这个还是个侍奉牌来了呀，还是个大牌的，大家应该知道这农具，侍奉侍奉，路路畅通，好使。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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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我突然发现地里头的王者回来了哈，刹车都会开了，这也会开。这车现在都会开，这不是咱来刚给他塞一大辆吗？真是抬不动了，塞着了，有人在那儿来抓紧干什么？在忙的时候啊，把这该修的都给修好，要不到时候又耽误事了。往前走。像这换机器这种，都得找下专业来了，像俺这都白搭了。你换了也不安全的，你不是专业的，是不？反过来这儿。对。好嘞。大爷在这刮个油壶啊，试热机器，看打开了不？我觉得一会儿就打开了。好的了，这一人一会儿打开，疼疼的，别紧了。现在完了，就等着人家把机器关上工了。这得几天修好啊？两天正好不耽误事。耽误事儿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这咋弄的脸上都是黑呀、啊？这边呵呵那边是啊，这儿是黑，这儿这咋这么黑，都是油，修车咋样的弄完了。嗯，修完了，修好了是吧？没把那个啥，把碰把给他扣那个机器。嗯，就是拉到娘那一个修车这儿。嗯，因为咱娘要换了换过来，咱没法换。啊，这叔不是要做手术了吗？哈，碰把快做手术了。嗯，然后晨晨又怕也快足月了，这两天咱就请往那边跑着点，反正叔那边咱可能去不了，帮不了啥大忙，是不是？但咱在家看着点晨晨也行。嗯嗯，就是没事了，我跟小瑞就都往那跑呗。